不然我再有再你要看我的笔电吗？哦，先看到你去拍那个。因为也是这样子。对啊。嗯。这上面就是画。好像是吧啊好啊好啊好我马上就吃片了因为太饿了只是吃豆腐不好了然后很快变爽我最大是早上鸡蛋还有下午吃豆腐的时候会快手不然会再开飞这里包不管这样子的话比较快手一点不然的话终于到家了比较累一点不过看一下那个食物分量啊希望变瘦一点好了影片到位了如果你超越无敌喜欢我的影片记得按 like 去给麻烦如果你是新来的请记得按赞如果你是看到电影你按下去如果你是忘记我的影片请记得按这个门铃出去放心这个五个都可能会有用如果真的有事你跟我讲我就叫下次减肥价就可以了没有开玩笑吧好大家我们下期见拜